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我覺得我都好應該咧講一講成件 Tiger 事件嘅內容對問俾大家聽嘅。快半年前我開始寫呢個關於夫妻嘅戲嘅時候咧，好自然我就覺得裏面點都要幫嗰班前夫唱衰嗰班鏡仔。咁我覺得個女主角咧一定要中意 Mira 入邊其中一個。咁大佬，喂，正如我頭先所講啦，我真係一個男人嚟嘛。我完全不熟 Mira 啊嘛，我差不多真的不識分嗰十二個人，咁所以我就開始上網揾佢哋嘅訪問片段嚟睇，我真的看了很多。我想住在入面揀一個 Mira 嘅成員寫入去，就在呢個時候，我留意到在每一條 Mira 訪問片段入面，硬係喺個角落頭咧，永遠都會有一個長頭髮嘅男人，佢冇乜講嘢。只是默默地揸住一對咪，負責遞咪俾後面嗰個姜圖講嘢。咁你哋知啦，姜圖都好多嘢講噶，係嘛？我意思即係啲記者要回答好多問題 ，OK？ 所以佢講好耐。呢個時候，如果我係負責遞咪俾佢嗰個人咧，我一定心諗頂你講完，好撚攰啊隻手。佢收得好慢，我嗰時就喺度諗啊，呢種人唔多說話，默默做事，似我。我話俾你聽，佢如果收收埋埋咧，呢啲人咧一爆起上嚟咧不得了，所以咧我就揀咗佢喺入邊。咁我好多謝佢唔介意俾我唱衰啦，咁佢都冇得介意啦。因為咧，當啲記者問到咧，佢啊身為偶像咧，佢只能夠答話唔介意嘅啫。但係點都好啦，多謝你 Tiger。我唔係驚你啲小虎隊啊，講明先啊，純粹理性。
晒你啊 ，Nina。好啦，希望你第時攞到我最喜愛男歌手嘅時候，記得感動。多謝你。唔好意思，呢個題目可能會俾人誤解，少少唔好意思，阿 Stephy 同秋生哥唔好意思阻到你哋一陣。我有啲説話，首先想同最高最高嗰位觀眾講嘅，可能你哋之前睇過我，或者你哋今次係第一次嚟睇我。無論怎樣都好，我想首先多謝你們，好多謝你們不介意這麼遠距離都買票入來看我。我想說你們真的很幸運，因為前面那朋友那班友已經斷了。